今天呢，要来为大家介绍一种简易的补水桶。就教大家做这种简易的。首先呢，就是从这个肚子旁边挖一个小洞，用尖嘴钳或者是那个钻子都可以用，不要挖得太兴奋，放得进去嘛。OK， 太好了，就这样子刚刚好塞进去。怕它会漏的话呢，可以用那个快干旁边稍微补一下，或是那种吸力扣，然后就把它轻轻的架在小鱼缸上面。微调阀这个小小的配件，不管在养鱼兑水或是微调空气上，对我们都有大大的帮助哦。